来的早不如来的巧，我妈这是要整啥呀？我发点面，我把那天包饺子剩那馅儿包。那为什么我问的时候叹口气？你怕我打包啊？没有啊，咋想我呢？开玩笑的啊，跟我妈没事就是跟朋友似的，绝对没有不尊重。我得去买袋面了。啊，我家有，明天我拎来的。不用。真事儿吗？不用。完没事，我想吃的时候我就过来直接打包了。白面加苞米面的。加点苞米面。包点蒜菜馅打包。哎，这得水温的，可不是热乎的水呢。发面的呗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那啥时候能整好啊？哎呀，咋的？你着急吃啊？不是啊，我就问一下，大概多久？一个小时。啊，那赶趟，晚饭时间还来得及，我能打包回去。来点酵母粉，直接放里的呀？啊，我就直接放里，快点，白头发的快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嗯，这你不懂。这个我都尝着，我都知道，拍视频拍这么多年，我都懂了。看来你以前来婚饭比我的次数勤呐。不啊。我2018年开始拍视频，那我的那时候女主角就咱妈呀，全都做面食，但全忘了，就记住这一点。这点凉水，水烧开了，热了，兑一点，兑一下。要用温水和面。你不是着急吃吗？你要不快点发？有开玩笑的。你不开玩笑，我也那啥。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是温水和面嘛，它发得快。多亏你知道啊，这家伙谁都不知道的。那肯定会有一些不知道的嘛。你，我就知道，要是说发面的话，都是用温水和面，没有用凉水和面的，真是。你要不着急的话，你比如说你早上发面，晚上吃的话，嗯，你搁凉水就行。对呗，要不然你就发过了。对。面还不能发过了，啥也不懂。掺点苞米面好吃，哪天我给你们整点菜团吃啊？吃不吃？做啥吃？但我做的菜团好吃。嗯，你做的面食绝对是，那也不能说绝对的多好吃。他没说好，也没说坏，他就说绝对的。这玩意不是说好吃不好吃，你看看你合不合你口味。要合你口味了吧，就好吃；不合你口味，你做的再好，它也不好吃。对，是吧？就好比吃生腌，合不合口味，死劲造。咱们一般都接受不了，我也接受不了，就是因为我吃这生腌吧，主要是我吃的勤，偶尔吃一下倒没啥，尝尝味儿呗。所有人都批的我，回我妈家，我爸说，我妈说，在家大声的说，完在店我可没说。就是你怎么能吃生的呢？而且还把我带上道儿，你说，哎，怎么回事呢？那天我领吃那生拌牛肉去，可我还不吃，我都把莫奇带上道了，他都吃了，不吃那玩意儿，尝一尝就是一个特色。上回咱们去吃那个烧烤，他家那个生拌牛肉、哎、嗯，孟哥不吃，不咋也让他摁着吃了吗？关键是那盘肉可贵了，他们不吃我闹心，就想让他们尝尝。我这人就这样似的，遇到啥好事或者好吃的，我都想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他们都感受一下。嗯，完了你们也是有新鲜事有啥你们让我感受一下啊、哦、你要是说好吃的分享给俺们吧，俺们理解，你要好事吧、嗯、我们就觉得显摆了。分享喜悦。扣子搁在发面吧。这么快发好了？嗯，多长时间呢？这玩意儿快慢哈，取决于你放多少酵母粉。嗯。再一个天气，天气越暖它越发的快。你要想让它慢嘛，你多放点酵母粉。咱不是着急吗？怕你晚上吃不上了。嗯。你看。嗯，风量挺大了哈。这有苞米面吗？我好像发少了，我感觉我的馅儿挺多。这馅儿挺多哈。嗯，那天包饺子剩的，我搁酸菜搁多了。你感觉这油少不少？油要少的话，再加点油。不少。少吃点油吧哈。对呀。哎呀，还包麦穗儿的呢。嗯。但这包子也好看呢。还好吃呢。你吃不着。那。你等着走，你再等着。看着去。我现在就要走了，得接孩子了。我姐说的是事实，我真吃不上了。你明天你带点儿去。不用，蒸熟了之后把馅儿扒了，皮儿过溜子就行。苞米面加白面的，光吃白面都吃腻了。没有，我没腻啊，啥面都行，啥面都行。嗯。你
就整死面馒头，刚刚硬我都能咬动。你是邓家好，是因为我以前就蒸过那儿的馒头，完了还发了个朋友圈，这家炫耀蒸的馒头。哎呀，蒸过，我跟你说，那年俺家搬家搬到黑龙江去了。嗯。完了后来小时候吧。嗯，小时候那时候我十几呀、啊，像俏俏那么大。嗯。完了那个，你姥领你二舅跟你大舅就回通化了。嗯，回通化了。完了你姥爷领着我跟你老舅，俺们三个在那、嗯，我做饭嘛。那是头回蒸花卷，也不知道搁什么面起的，哪有发酵粉的那时候啊。嗯。那时候都是头一天晚上发，硬发呀。啊，对。完了搁面起的发，也不会呀，头回整上蒸花卷，当当的硬呢。俺们几个就这样就吃，老可怜了那时候。你知道我说啥吗？嗯，就是我以前发朋友圈，我第一次蒸馒头，老开心，那真炫耀。然后底下一个评论给我打意思，说你这个面红没发吧？我赶紧把朋友圈删了。那你不会回的，我就吃这样的呀。那自己还认为发了呢？这多少它有点悬呐。发了吧，它都是封我眼了。那我看好像是发了，发完之后没有二次醒发的呢。就是这个包子，你感觉它发没发？拿出来的手感，它感觉它飘轻了，轻了。他才发了，我真是拿起来沉甸甸的，他根本他就没发。嗯，没人教我呀，就自己上网。我也没人教我，都是自己、嗯、悟出来的，自己悟呗。嗯，边学边悟呗，这玩意都是这样。其实一提起来以前那个苦日子，心里确实不舒服，一回忆起来难受。但是你现在看苦尽甘来，咱们日子过得好了，一想想挺知足的。我就总这样嘛，就是感觉以前俏俏小时候那时候日子不怎么好哈、啊，就感觉，哎，想想那时候俏俏吃的也不是很好，穿的也不是很好，心里面挺难受的。但是现在你看，日子不也是靠咱们自己努力变好了？行啊，知足吧。你现在寻思俏俏小时候、嗯、怎么不行？那我现在寻思你俩小时候呢，更可怜。寻思那么多干啥呀？别寻思了，过去的事儿，谁让赶到那个年代？小时候哈，吃不好，其实就是父母不行。你拉倒吧，没能耐。妈，你俩这么认干，从农村又上城里，又买上房子了。哎呦，就那你俩一小钱也是吃苦啊。咱俩其实挺好的啊，咱俩有个伴儿啊。那小时候上学啥的，嘴一点都没闲呢啊，还留点零花钱买好吃的，营养能跟得上。他与众不同呗，我喜欢这个，一会留给你吃吧。哎呀，哎，今天回来这么早呢？啊，我妈正好包包子呢，酸菜肉馅的。几点的？4:15，我减肥。爸，以后别说减肥这事儿了啊。真减肥，我今早上真的吃就吃点萝卜。吃青菜也不减肥，吃了三个土豆饺子，那还减肥呢？正常人的饭量就两个饺子，你吃三个。下锅，一定要锅上气儿以后才往里放。蒸多长时间呢？15分钟。15分钟不行了，爸。10分钟，我姑娘今天在大档等我了。明天我给你带店去啊，给我扒完馅儿要皮儿啊。好嘞，待会儿给你整点苞米干的，那没味儿谁吃？你这事事的，我心里都有阴影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小的时候过年，我姥给我包饺，你们包饺子都吃肉馅的，完了知道我只吃皮儿，给我煮的片汤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咽下去的。那谁让你不吃馅儿的？你不吃皮儿吗？恨死我了！那跟你老说呀，说过好几次这事儿了。这孩子不能惹记仇。这锅是好了，哎呀，个个都发起来了。你说你小妹再晚一会儿就给她捡点多好。水够不够？哎呀，够，把那些再蒸上。刚才给我妹夫打个电话，正好他下班路过这边，我直接拿走放我家去，然后他路过的时候给他送楼下，他拿家去点。给他拿吃的。嗯，以前的时候我爸就开车直接送了，现在不行啊，这个点上班没人能送了。挺好吃的。嗯，又划了一大堆回家，拜拜，辛苦了啊。
哈喽，饭菜刚好。晚上好。晚上好。不好意思上你家带的礼物。饭盒。嗯。今天晚上吃包子，在我妈家拿回来的。又贵了。嗯。哎，你这样式的，我得给我老丈人买啥呀？这没用的。小李子给我来电话了。往这赶，我把这个包子直接给送下楼，要不然他还得找地方停车。这么多，你们留了吗？留了，回家赶紧吃啊，热乎的。OK， 拜拜。嗯。穿谁衣服？大橙子的。穿个拖鞋我就出来了。不抓紧吃饭干啥呢？安桌布。吃完饭再整吧，要不菜凉了。啊。嗯。这是什么肉啊？牛肉。